在月球探测领域，按照绕落回三步走推进的实施，刚刚成功发射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将实施月氧采样返回任务，在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基础上，后续我们还将实施嫦娥六号、七号、八号等探月四期任务，同时我们正在规划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。